抽粉丝好打，抽了一个黄铜号，然后直接又是给我补位了。我赶紧问上单位置，是不是在？战绩可差，上单人也是比较不错，直接给我位置了。那行，你给我位置就 BC 好吧。然后我选英雄，继续跟观众玩我画你猜了。顺便问问大家，你们猜这什么英雄？游戏刚开始，跟我换位置的机器人逮着我一顿乱喷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要打一团了。机器人 Q 技能勾了大头，我们几人跟伤害，但伤害不大够，他闪也跑了，打野跟闪，我跟闪，然后 AD 也跟闪了，成功拿了45块钱，然后我也被打死了。趁着死了打字问问辅助为啥喷我，他跟我说你设置了查不了战绩。哦，原来这个号设置了不可查战绩啊，那确实是我问题，我赶紧打字承认错误，并且说这把用实力证明好吧。但是刚才我不小心按了 TAB 键，消息没发出去，当时我是不知道的。来上路对线这个赵信啊，说句实话，这赵信上单有点猛啊，一过来就猛戳我，戳完就跑，我真没什么操作的空间，只能位置发育。然后我们打野三级入野区，我被压线了，去不了。打野被打死了，赵信拿了个头。赵信刚上线，又是队友一顿猛戳，我真受不住了，这真的没法操作，打我太疼了，只能先回家了。传送回到线上，下路又吵起来了。辅助嫌 AC 太怂了，不过作为一个上单玩家，看见下路吵架已经是家常便饭了。中途度过了很长时间的发育期，这波快六级了，可以卡六级打一波试一下。这里卡六级，直接把赵信拍到墙上。一套完美的控制衔接，成功打掉了半关血，变小了先一两下，打出 W 被动，然后再接一个精准的 Q 技能，成功放走了赵信。不是大哥，你不走位吗？就直线走啊！我这预判了个寂寞，但是他这波应该是先在 Q3 过来挑我，这波可以操作一下。不是，这，说句实话啊，这英雄并不是很熟练。这里上线怒气够了，要变大了，这波可以打一下，直接右旋在空中放 W， 歪了歪事，甩 Q A 加大招护到墙上。不是，怎么感觉那这伤害有点低啊？还得稍微拉扯一下，捡石头 W 拍晕，再接平 A， 再接 Q， 这边节奏叠起来了，跟 A 就行了。最后一发 Q A 收尾，我在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终于打死了赵信。这个时候辅助又开始喷我了，他为什么骂我？什么鬼啊？啊？确实啊，小戴八分钟杀一个确实不太合理。再次回现场，这赵信打得很凶啊，但是这波我们打野来了，往前站跟他卖个破顶，往前追他就行了。然后这里不知道为什么赵信闪现捅了我一下，给我整吓着了，但是我们打野到了，怒气满了，直接大哥拍回来 W 预柱配合打野打死了赵信。但是这个时候对面中野来支援了，打野被打死了，我跑了半天也没走掉，也被打死了。中单来晚了，亚手差一丝血也是没有打死，有点可惜。然后这辅助又开始喷我了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回了几句。他一直在说我骗人，不是，这把还没打完呀，你怎么知道我 C 不 C 呀？先不要打字了，先继续回来对线，这不可以杀。现在上路已经有优势了，单挑的话是很好打的。单挑的话是很好打。不是他妈的，不是，趁着死了跟自己打字，我说我在直播，你可以直接来看。中单嘲笑我直播白一局，我跟他说我练英雄嘞，然后这个时候辅助不喷我了，开始喷中路了。中单还嘲笑我白一局3-3，不是大哥，我为什么3-3？你心里真没点逼数是不是？这亚索就差在上路买个房了，你这信号打都不得打一下呀？等了快一分钟了，这亚索还是没走，还在上路。一踩亚索跳一下，但是也是没什么办法了，这个位置肯定走不掉了，只能往塔里拉一下，换个赵信了。一换一，虽说也不算特别的亏。啊！不是这样的，干什么这俩的？这俩在干什么？我这把是真不知道做错了什么，对面中野就住上路了。我就问，现在我怎么做你们才能放过我？我现在就问你们两个，我怎么做你们才能放过我？你们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这波要变大了，只能去卖。看来果然上钩了，咱们直接一个超级变形态大招给他拍到他底下，接 W 晕住 A 一下解除，一拉开 GB 华丽回城，完成暴力双杀。哼，堂堂超凡大师能让你们黄铜给欺负了？去下路带了波线，再次回来上路，对面已经四个人了，对面放先锋了，我想先把先锋拆了，顺便攒上怒气。但是我也搞不懂为什么我家 ADC 会出现在那个位置，直接被小野开了，然后被秒了，辅助也连着一起被带死了。本来这波挺亏的，但是对面赵信直接上头了，直接一过来捅我了，我也是很无奈，放下了赵信。然后对面小野也不知道干嘛的，过来交了个闪，咱们直接一过去追，打不到小野了，直接打亚索，拍到墙上 W 预柱 QGA 收下亚索。龙王这时候也赶到了，配合龙王打死了小月，对面光是一个大头也走不掉了，也被我收下了。趁着对面人死了，我们拿了大龙，这波非常的赚，这波打下一波大节奏，赶紧点了一下自己的赏金，跟机器人友好的交流一下。
机器人没回我，打野回我了，好像是嫌我互动太烦了。但是这个时候辅助应该打野喷起来了。啊，我怎么我说句话跟他骂队友什么鬼啊？这机器人真是国服大嘴出飓风，家里四个人都被喷了个遍。但他随后说了句话，我真绷不住了。他说了一句没素质的东西。不是大哥，谁没素质？这种话为什么会从你的嘴巴里面说出来啊？这里来了最后一波团 ，AD 又去扛伤害了，没什么问题。咱们先打压缩攒东西，杰哥切我了，赶紧灭大。等空结束，直接开大拍了三个人，再接一个 W 晕住四个人，中单一个天赋直接秒俩。打野赶到了，我直接闪现跑路。这波也是配合比较好，打了波团灭。打完这波，对面也是直接点了，那这把也是成功拿下了。哎，黄铜局真是太棒了。喜欢的帅比点个关注吧。